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英。在如今互联网技术盛行的信息时代，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，也越来越丰富多彩。然而技术的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扰，其中隐私问题作为关系人们安全的重要因素，一直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大问题。平时我们租房子或者是外出旅行住酒店，都需要小心查看自己居住的环境是否有监控摄像装置。根据新闻报道，很多时候即使自己分外小心，还是能够给违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。今天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防偷拍的黑科技，有了它之后再也不用担心这一问题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酒店居住。而且这款黑科技功能强大，占地面积却很小，可以随身携带。这款黑科技叫做 SpyFinder， 很多人将其看作是一个电子的侦探设备。无论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摄像设备，甚至是高科技的针孔摄像机，都难以逃过 SpyFinder 的探测。而且即使这一摄像机目前尚未处于工作状态，都能够被 SpyFinder 探测出来。在使用时，我们只需要按下 SpyFinder 的开关，上面的六个闪光灯将开始闪烁，这就代表着 SpyFinder 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之后我们将眼睛放在 SpyFinder 探测器身上，扫描整个房间，就能够清晰看到房间中的所有隐藏摄像机。根据设计者介绍，这款 SpyFinder 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范围在45英尺以内，一般的房间都在其检测范围之内。为了方便人们使用，设计者为其设置了不同的功能区。它自身拥有三种强度设计，其中最强的一档适用于大房间，最小的一档适用于卫生间或者是更衣室之类的小型区域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动选择。 SpyFinder 大小几乎相当于两根手指的大小，占地面积极小，放在口袋中即可。另外它是可以通过电池功能的，即使是在没电的环境中也能够使用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